是演员，不是舞女啊。你敢若阮两个敢若舞男的吼？演员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啊。这条歌一定要足轻快，你轻快一定要足巧的。啊对，老师拜托一下吼，这只歌呢。不你也是足轻快哦，吼，你很贱的你啊！我拢无安尼说话，你叮当起来。来来，好，访问一下，来两位好，哎，两位主持人好。哇，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真的。一跟大家先问候一下。哦，我心吗？笑脸的心啊，笑脸的心，笑脸的心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真正足欢喜能来上凡哥还有贺哥的节目，因为我从小啊都看因的这部大汉的啦。你自己吐我啊！不是，你已经讲你是上笑脸，我笑脸的啊，哎妈，哎个主细汉看人大汉，咱卖讲主细汉看相大，咱大家吼都接受在桥边大就好，大家是同心那个就安尼。哎，我较吃亏呢，你都没拍。拍摄哦，别哩，来电不是你上端。好，我先给观众朋友问候一下，立立先问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静文。那点咧看伊来电演戏的时阵哦，你起来电吼，拢比较有千金小姐嘛，所以看起有当拢较胖肥一点嘛。我想袂到本人啊，加足水滴，加水滴。好，我刚刚拉他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健壮。健壮，那我来跟公仔要公健壮，因为我很喜欢运动，手劲很大哦，对不对？我喜欢运动，真的吗？哇塞，有妈帅！哎，年轻人，哎，好，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真的啊，哇，真的很漂亮。谢谢谢谢。对呀，我在那个剧组里面有一个那个绰号啦，哎，变性最成功的男人。哎呦，摩拉摩拉，你有眼光，他们真的是对。他也蛮有那种女人的一面，他也有女人的一面。啊，你最近也瘦好多哎。我吗？对呀、啊，变年轻，变漂亮。哎呦，其实我是恢复我原本的年纪。回国。因为我怎么恢复以前？我怎么回出道嘛？啊。还是差不多三年前的代志。其实我今嘛安尼是做正常。不一样，不用差呢。是啊。听讲最近咪爱你哦，应该笑脸的，所以一定爱他三几点点嘛。莫难讲，真是的。嗯，恁咧戏内底迄个角色哦，大家拢深深感觉角色演到赞。是啊，因为你啊，给美人会当美骨头啊嘞吼。嗯，我觉得你本人应该不会这样子嘛。没啊没啊，其实我本来有一个外号，我姓苏啦，是啦，是啦，全部都被他的那个戏里面的样子骗了，真的。啊，真正他是苏啦。但是观众朋友介意，唔想介意苏大去型的呀。当然，那家你种拍杂啵，想吼我都骂人一种技巧，对吧？所以你头下踹门后时，我讲迄门后观众比如绝对袂爽快。啊，真的吗？系啊，所以咱吼会使重新过来门后一摆。你知道我现在观众哦，就是很欠骂。我操！真正大家陪拢咧上嘛？对。哎，别骂，一个一个来，好不？三楼，安尼你较少年，你先来好了。我少年当然啦。你先来哦。对对，我先来。安尼，请你啊，甲大家问候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啦。你真正当作我今日来才上节目吗？我跟你讲，免得逞笑，你总嘛是我红，我足无用的。而且我今日呢，真正是因为跟恁电视公司的头家足熟的，所以我才卖他这个面子来个这哦。无我跟你讲，你一百万哦，我也不愿来上啦。但恁这什么节目？这什么报警啊？啊，捌得过金钟奖啦吼，啊金马奖嘛唔捌啦。来宾来个金马遮久啊，我徛咧遮。金马是安那？你金马无钱买伊啊？是迄个外口迄个家具店拢多了了，真正是笑死人。我啥？我足红的呢。我来遮是要你糟蹋的吼，真正讲来气死。人，那讲到后边遐，再个肥仔即马是咩啦？迄美术刚刚你上到出山的啦，你看迄大家鱼头甲面，哈，好，迄真正你雄雄哦，安尼我鬼美术看到八条枯骨坐咧遐，真正。你无讲我无感觉是安尼。所以你搬出来，应该咱美术会靠掉的无？咁咪好高级，迄人喺美国就生喺布兰妮小甜甜遐来吼，啊是日本的迄个什么人啊？诶，迄个就红的。那想袂起来，卖起步，冰起步，好来过来，就上来。哎，的话，我这个玩具用听不落去。老公，你是你母啊？玩具啊？你是你母啊？呢？我你母啊？嘞？我嘞？到底今晚是陪你上啊？哈？你母你也敢骂啊？他无在，你吃个这大块，无听你母的命。等等，伊都叫我什么？老公哦。对啊，我你母呢？哎，你嘛较拜托，你是咩？你讲什么？讲什么？你又唔知你啥人？你说我是讲个陈昭荣，叫啥名啊？无啦，陈昭荣我无。季中啊，季中，季中啊，季中啊。季中才是演员翁，对哦。季中，你要做季中吗？啊，季中演闹型，季中一定我这种。酸梅嘴，酸梅嘴。
油头革命，还有哎，还佫换这种减一点。小弟，我小个长点。哎，破声高点是。哦，谢谢。马浪来接搞钱喏。啊，今天马浪呢，听到会爽啊，你一种感觉。哎，奇怪，你马浪马个人起毛一个样子。不要嘞。真的吗？哎，你看伊搞对。咱讲个些搞对个起码，前以前咱开播个起码，上加嘛搞对。真正。但你入场嘛，哎，我下面也袂卖呢。哎啊。我看了连下面都袂卖呢。这代班的。这代班的。这代班的，马哈厉害，我见。真的吗？嘿。真正。哎，我挂车，我出过唱片。卖功力吗？我都想要卖。对啦。出过唱片呢，哈。我出过唱片呢，拜托哎。王菲，你敢捌看过王菲有迄落个合音呢？你搞合音合到这大声，无规矩来唱就好，我来这唱个唱。你嘛较细声嘞啊，真正，唔是我咧爱讲。哎喂喂，你一边讲出来，无阮这边话少讲者，我讲两点嘛。我讲一摆吼，啊，这是马料啊吼。我料啦，我料，我料。不然，你若马料的时阵，爱问人讲好阿歹，对不对？搞对先。好阿歹，那别送我，今日再搞预约，你敲电话给我吼。我绝对甲你骂到你爱吐无底面，你要休息点啊你吼，把你这下我想要起来。你转世个，你免去多钱，你敲电话，开始，可以，可以嘞。可以吗？可以吗？哎，刚才不安喏，嘿，我这是人啦。不是，今嘛在考场，伊卖骨骨了，赶紧去，小夸发言来。这假的。你好，贵客来这边，你不要这样子。啊，是是是。来来，麻烦莫来，恭喜。来来来，哎，请个大家问候一下。哦，大家好，大家好。啊，拍摄今嘛要开始嘛人哦。啊对。听讲恁真想要听我自我介绍信。拍摄，恁敢唔知我是啥？不要去小探听者哈。我这好野人，生到这水，敢有需要甲恁这挂善家人自我介绍啊？拜托个好不？等下你过来。听讲以前你是少女的梦中情人哦。不是，妈妈，杨婆婆跟差不多啦。我跟你讲哦，卖介绍伫个外口欺骗人的感情。啊，若无你若出去，就算无落雨，拢叫雷公卡死。因哪甲你讲话？一个一个，是嘛都欠骂一个。安怎？你即摆看我的眼神，真袂欢喜是嘛？哈，你讲伊袂爽？袂爽，啥也袂爽。我甲你讲哦，虽然你的体格有百倍啦，不过你的 IQ 应该只有到80啦吼。拄只位你看我的眼神，我就知影你杀我杀到要死掉。歹势，安怎呀？想要偷啊！你银行的现金至少也买5000万呐，吼！啊，那无，你无可能啊！啊，对我看袂起啦，啊对，这拢骂过啊。这个是导播对吗？哎呦，你干嘛导播？你赔得钱啊？你歹势啦，我爱看，我拄仔看 monitor， 之前我离个较近嘛，我拢无特写，离有较近嘞。近嘞，离有近嘞，够较近嘞。你讲有 SK two， 你较近嘞，我就四个点。就是哎，你搞我摇头，哎，阮家马上几啊千亿个好呀，千金大小姐，受人尊重，你搞我摇头，我跟你讲啦，我跟阮大家同款，来到这，我真正足袂爽的。后盖若要叫我来的时阵，请恁甲主持人换较烟头才来，吼，谢谢。我下过来。主持人弄换掉安尼呢？啊，咱两个主持人，两位恶上，给我笑路。恁贵公司的节目，迄主持人敢变化引导？都是讲多一个，你讲你的歌哦。冯康的呀。人够康，那还冯康嘛？比你较大康。咱讲一，唔，咱这爱讲良心话，伊甲你差不多变引导。你现在是包他还是扁他？怎样？你讲我看做引导，你哪里？我讲了，其实两个真正演技真好。有影呢。其实他们本人不会这样子，本人我跟他们认识也蛮久的。哎，虽然说那个连建文跟第一次见面的，但是我较早我也给我听人讲，你是一家很内向女孩子是吧？我。是不是？哎，可能听到贾静雯的。哦，你是贾静雯啊？不是，汉哥。好好好，对对对。我今麦无大巴肚。贾静雯怎么跟您比嘛？对不对？哦，真的吗？拿火腿比鸡腿。什么？拿火腿比鸡腿，怎么可能？哎，不过你怎么可以欺负他？你现在闲啊？他是鸡腿。哦，不是啊。阿姨嘞？那火腿。唔当我继续讲马路，但马个拄啊好。对对对，拄好就好啊。无你个导播你干嘛？阮个导播脾气外歹。哎，你怎样咁样？哎呀，哎呀，对呀，真正是。没啦，伊个个是导播人就好。你放心啦，伊个人搞起我来讲。哎，你又骂了？你又不是来宾，你怎么可以？我没有骂他。你讲导播 A 啦，你上气人讲伊 A， 我人我真正你有靠 A。阿伯，别啦。阿
无做兵个起码在办公室上面有俩。不要结果。哎，咱上恐怖的讲，咱家己咧爽，观众比如拢唔知伊心都想，相片在一张人前。哎，看一下。哇，真的。有120，有了比小龙哥高一点。好了，我们先言归正传了。这个其实苗可丽呢，她出道是歌手、歌星嘛。对。第一次也是出唱片，也是以歌手嘛，对不对？对对对。不是演戏嘛。对。那么你的歌应该是很能唱的，对哦。其实是因为真正好加载，我去演戏。好加载，好你加载。啊，无你再来听我。无啊，我那么我可能是将会第二啊。你啊？嗯嗯啊，刚归啊。很喜欢用咒语跟我聊天啊，那很喜欢。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嗯，你刚刚去了哪里啊？嗯啊，现在很转身，停成很秀啊。嗯，那你刚刚有没有吃饭呢？其实我咒语控最喜欢的歌星就是蔡秋凤啊。对啊，用蔡秋凤唱的电报名。对，因为我不用选就很像啊。忙啊，月薪两年的梦，你出去秀啊，阿伯你就当你秀啊。我痛跳你，跳啊跳啊，当当跳过啊。忙啊，月薪两年，你是狂人哥宝女。形象啊，形象形象。哎，我这麦婆现在过年节。哎，不简单的，因两个人现在起码两个人去照料你。不一样了，不一样。林小姐，拍摄，这边用三点嘛，我们家用打烊啊，谢谢。哦，打烊哦，慢点啊。哎，不是，去，你去，未使过点歌。是啊，未使过点歌。因为打烊，我们正在关门啊。关门。是啊。哦，慢点啊，你看你啊，等下爱需要偌侪钱，你甲我讲，我当好摇人。不是讲迄落，啊，阮咧公司规定三点就一定打烊。啊，我想要继续唱啊。不是，我头家。长老甲我交代讲，三点一定要准时下班、啊。我请问你，那你头家一个月薪水偌济？我一届一年开予伊，我票开予伊，要现金我嘛有，安尼好不？这不是钱。你叫伊卖管你安尼用的无？这不是钱的问题、啊。不是啥问题？这有啥物问题是钱袂当解决的？你甲我讲。我知影你每一摆来个遮，我嘛知你的意思，但是我要甲你讲老实话，因为我已经有对象啊。你有对象，你哪会代志？我唔管。你敢知影谁啊？逐天来遮看你？我唔知，因为我真介意你啊。我知影，但是我阿你讲的，我已经有对象啊。林小姐，麻烦你去柜台问一下。我跟你讲，阮家好野人呢，有对象，迄定是善家人，跟我敢会比的？啊，起码我哦，你别讲，你别讲，你叫恁头家出来，你叫恁总经理来跟我讲。头家，敢袂用的？哦，来了。总经理，拄只这 V 八的这个包厢啊，唱出来歌，伫阮遐调音调微波调袂好势。我想讲是啥物人客，原来就是你这个查某。总你是总经理是吗？我是这间店的总经理。你这位头一直甲我讲打烊打烊打烊，无错。行了，哎。大洋，我就袂用唱歌是。大洋叫做 ending， 就是西欧娜娜艺术点跳舞。你敢有听过即摆人拢 KTV 拢24小时的啊？哼，歹势，我这间店无要做24小时，所以说我请你这位小姐呢，不要再无理取闹，要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哎，你叫警察来也是一样，那些啊警官啊都是我们家的好朋友。不得了，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女孩到我的店里面撒野，我今天要不是黑白两道有那么好的关系，我敢出来开店吗？啊？哎，你现在真的是很不讲理，怎样？你打听一下，我胡秋 Peter 在这个圈内里面，人家怎么叫我的？好，你去死啦，胡秋 Peter！ 我跟你讲，我老好友人，我想要唱到几点？唱到几点？我中意你，林公，我来先来无迎接吼。小姐，等一下，魏公所才能走。小姐，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希望你别惹我生气，你也知影。我呢，过去我那是杀人犯，被判过6个死刑，2个假释出来之后呢，我想好好的重新做人。但是你唔能够逼我，你无个逼我做得去，我俩讲起来时阵对你是不较好，请你等伊。我白等。给你一个机会，请你等去。我白等。安娜，起码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当时你有，这个查某囡仔呢，无理取闹。在咱这间店面打烊，一定要留落来唱歌。我甲讲，伊无不爱，我性命要夹起，好个在你出来，要无我性命夹起，伊阁一条人命。真正这款唔食查囡仔，对，这个真正是骗你钱，我来看卖是啥。妈，哎呦，啊静文啊，是你啊？
妈，啊，今麦想到你离家牵挂那也袂走啦，伊想哪欺负你啊？嘿，都爱一直搞我妈，哈？我讲叫要叫黑白两道来对付我，真正诶？嗯，我的腰是，你是赔得起我哩哈？你强关家，恁总妈咧修理你，何里来叫你做总经理哦？哈？你今麦咧欺负阮查某囡，你这胖大顶面落毛子，你考过大设计啊？我来讲，你若要死扯，怎个要来烫咯？你就出错扯无咯？死啊！过来我教我解剖啦。现在赔得起吗？妈，陶经理，陶经理，行啦。士可杀不可辱，你安尼不搞不就啊？我阿伯将来伫这个 KTV 这个圈子里面，不要来混嘞。我哪会请你来混嘞啦？看你来叫打你面前啦。你无用，我物件先轻轻的我。你袂用走。行啦，你行啦，今麦我要回去啦，今麦几点啊嘞？妈，这款是啥物代志啦？我其实我老来唱歌，拢是为着要看你。看啥？看这个。离婚潮，我这款的你也报的嘞，人家当门菜吃离婚当鬼堆，你唔肯肯加进来。当主定，士可杀不可辱，你唔能入着怪这个更来博。啥？我为了听你吐吐，我听有啊。怪无话，虽然离婚潮，但是要卖个不就好不好？卖个不就好啦，无即马想啦，你要爱伊就对啦，你即马是你我实在饲不起个这大人家，白饲你白了咩哈？我介绍的什么企业家第二代王永庆的孙啊，你拢唔爱滴，你敢要爱这个？啊，就是这个一个月薪水才赚偌济啊？哈，妈妈亲戚这种服务生啊，规间来霸我的，哈，就一定爱伊，啥呐？伊卖到有交文呐？高进，你个追求者拢无同款呐？来来来，好啦，那既然讲阮查某囝这么介意你哦，啊，无你就跟伊做伙吗？什么？我妈妈在听我讲话，你卖会啦，会啥货？你现在是安那？我讲话你来一听字啊！你阿听那看你阿蛮叮当，气死！来，安那？不是，当属定我配不起千金。你想哪配不起呀？你是查甫的嘛，对不？我是啊。啊，你想哪？我看你也去就好啊，你烦恼。我查囡仔干系就好啊。丢咩？我当好野人啊。我知影啊。嗯。但是主要我已经有对象啊。你已经有对象啊？是啊，当时对嘛？啊，已经有对象，你卖为难伊啦，好不好？啊，你点点啦？起码我问清楚啊，无你对象啥？你讲，你若讲会出来吼，我若感觉讲交代过，安尼无要紧。伊若是条件比我较歹，我就 OK。对，安尼好唔？哦，你讲啦，你看看啥物人啦？因为我对象因交到恁一段真长的时间，嗯，我无法度无伊，啊真的，伊也无法度无我，哦，所以曾经的这个爱意，我深深藏在心肝内，多谢。啊！你讲几波？你无讲是啥嘛？我袂当讲。讲重点。我袂当讲。别讲啦！你别讲，你惊我？跟你讲，你明仔载要来上班啊？你别来搁赚这钱无？我知影你倒足散的啊！你老母八十几岁啊？我啊？你是讲我讲了我接爱人是啥物人的时阵？我哪会当接受？无要紧。我继续多大？对，我搁跟你加薪水。你即马一个月三万，我六万给你，搁你饲恁的女朋友。阮家好野人。啊，既然呢，安尼当书记，我老实甲你讲。讲。我的爱人是 Pe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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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哎呦！你做总经理的，你拢无甲我保护，你害两个查某人一直甲我欺负。安尼，我是以后要安怎？我嘛是身不由己啊！你是一个大波人，你应该处理这样代志啊 ，Peter。妈，我真正是去把这个狗拉跑，那你看我这干一大波事情啊！你可能人生这啊！大叔弟，我们都勇敢站出来了，你成全我们好吗？没应该，你爱心证明你的爱，我知影你有够多爱对方，所以你才能走。对啊，嘴对嘴。你若是叫爱，你就要证明啊！嘿，你爱证明，你爱互相证，哎呦，你爱证。我会帮你耍，真正啊，爱个舌吻，当然讲对无嘛，对，一定爱。你哪会？人家查某人拢未了解，我唔相信。人家查某人拢未了解咱的世界，咱做样代志，那我咧接吻的。来 ，Peter， 咱表演给伊看。我咧讲啊，你做一大波人，你咧提出勇气，咱离开这所在，行，咱来北京来唱一个香囊金桃，无你我会死。再见。哎呦，啊，咱公司呐，我这两个人啊，拢唔好发现。问你那边才对。等下。我下面无看。哎呦，你看伊尻川人，叫个
这暗对啦，哎呦，哎呦，早起啊，你后摆目睭哦就闭较紧的啦。对，阿袂走啦。我的人本身的我都写不一样的一种感情啦吼，做父母的种吼心啦，对囡仔这种唔忙啊呢。唱这个歌，弄人家起鸡不配。有影，下阮咧听嘛是鸡不配拢假假。所以我是落几头卡，我落几头卡正经。嘛，一般吼，就是做熟做客的人吼，伊是为了去赚钱去写一些歌歌曲。但是碰哥是因为他对这种感情的丰富，年轻的桂林柯林是吼。有想讲讲这个感情来抒发在这个歌词跟意境当中哦。碰伊个人是一个真感性的人，对啊。想要讲呢，因为伊这个人呢做代志有些点点啊做，默默的耕耘，所以讲伊到今嘛为止呢，你看伊伫业界，现在受欢迎，现在受尊重，这不是讲伊臭屁，不是啊，这完全是安尼一步一脚安尼打出来。有影嘞吼，那就是咱条件比别人较歹啦，哦，这是有影啦，嘿。细汉的成长过程啊，就是讲大环境无好嘛。对。时段总是交代讲，你都要认真打拼，你都要比别人较高，较认真啊！你一定啊，所以一直以来，那种秉持这个信念啦。我从以前碰车真过程，甲咱咧做秀，看伊咧拢咧大牌主持的边啊咧学习，做主持，甲伊个人有认真打拼吼。起码咧某一个公司啊，做总监，佮下领这物件，我觉得这是他真的这个工作对他来讲真的很适合。所以感情的物件吼，你今摆愈来愈丰富啊，这就是年纪啊，经历、经历啊，人生的经验嘛。是啊，哎，莫像你这种个性，咱讲真实，你这种个性，你敢会真爱这种讲是偏，会敢会浪漫，还是讲？我这人袂浪漫。袂吼，我这人很写实啊。你比如讲，你比如讲，你什么结婚纪念日啦，什么你会讲带恁某去安尼吼，食一个较好嘞，安尼烛光晚餐，那唔蛮好。对，一工结婚我嘛袂记啊。哦，啊，你敢会讲讲讲？哎，带查某朋友啊，去甲开讲啊，是讲甲牵手啊，咧路边啊咧行，无咧，拢唔捌咧吼。你家己过年的生日的时候，你敢唔过？生日啊，生日，我唔捌咧过。你唔捌过生日咯？嘿，阮家的传统就是无咧过生日。所以有当吼，咱台有当在这里，我台湾人就是安尼啦。有当这感情拢唔敢讲出来。就讲有当，咱有当看到咱的爸爸同款啊，伊用种安尼甲咱讲一句“我爱你”。啊，对。妈妈较有可能讲，爸爸拢无可能。无可能。那这里这是大波人的悲哀安尼。四月份啊，都是碰的生日。啊，对啦。阮这個公司呢，完全呢，要给你一个欢喜节。啊，感谢。哎、所以今天呢，是新逢刚刚好，我们彭恰恰的四月份的生日，来，我们一起来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彭威在我们圈内呢是一位人缘最好，而且呢最肯努力，而且最肯帮助别人的一位好朋友。在他40岁生日的今天呢，50岁，所以说我们给他一段祝福，也希望大家，我们同样掌声给他鼓励鼓励，好吗？谢谢。其实，彭恰恰哈，在这么多年来，其实为我们这个综艺节目而付出哦。大家可以看他努力的过程，而且他主持节目的风格跟一般的主持人完全不一样，亲和力非常强，而且都一直为别人而着想，所以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当然，最近他的一些成就，大家都非常的肯定。50岁的今天，希望你许3个愿望。好。两个放心里，一个请说出来。最重要一个哈，两个卖讲啦，一个重要是讲今年导演梦一定要完成哈。啊，我一定要拍连续剧还是电影，朝另外一个领域前进。对，希望观众朋友给我鼓励支持。哎，好，下来来祝贺一个哈。啊，来。好，谢谢。祝你生日快乐。等下切，我们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吼。要切点什么？一人可能安尼多安尼夹一个多啊好吼。所以一个生日哦，你也很少过生日了吼。哎，我家的传统就是生日都生日的话，不是。好，大家上街妈妈煮一下猪脚面，爽起来。哎，小惊啦，靠呀！有当你也生日的时阵，简单都是猪脚面爽嘞。当然，咱今麦别安尼来问啦，就讲碰个你这个二百瓜大个今麦哈尼侪年呢？你有回想就讲，你是安怎入去这个歌坛哦？当然是刚刚这个，我要进入歌坛，进入一个工作是做油菜嘛。对。油边疆，油边疆吼，啊，油边疆就是讲伊嘛文化工作队，那嘛去甲人考，考试考掉啊，去四个邮局去表演。对，哈，哦，去表演对。哇，啊，现在就是讲
伫个一个餐厅外口对面伫驻唱。啊，驻唱。我还写写膨胀唱袂使。哦，袂使写你本名对啦。又叫规定，员工袂使兼差。哦，袂当做外劳对啦。啊，加在阮一个长官讲，啊，你改名好啦。嗯。我们再改膨胀车。哦，是安尼，伊才讲。其实膨胀车咱私底下捌个开讲过，知影讲，其实伊一世人哦，真感谢嘛，即个介斗阵都系邮局个即个朋友。是。哦，即个中官了，算我介斗阵，因为迄阵啊，伊咧做油菜的时阵哦，伊个朋友伊定个口讲，哎，膨胀车其实你。对这吉他弹遮尼好，佫真会唱歌，其实你会使玩，这个音乐该好我行去啊，吼，也是条头一个贵人就对了。我伊捌甲我讲过，伊讲哦，看到你表演的天分哦，你应该去演艺圈尝试看。哦，就这个人跟你讲这句话，对，这个讲这句话，这个人的名字你还记得吗？这个人姓什么？还是你的主管我们对了哈？对，应该是大波嘛，谢错，错错错。啊，这个蔡大哥，你敢捌过去贵宾？唔捌，从来唔捌看过啊。不也都离开都不会了。我跟你讲吼，因为吼，我们有去找这个蔡大哥了，但是因为蔡大哥能不能来，我们也不晓得。你起码写的做迄个寿星大哥，真的假？无啦，反正不是啦，反正是为着你的生日，对啦，引发出来。哎呀，啊结果阮去找伊，结果伊讲家己我知影，啊结果伊讲伊无一定有时间等我来啦，所以别甲阮讲伊无阿多来，啊你唔知有啥物话要甲。蔡大哥說，所以长官哈，当年若不是你这句话，我可能不会勇气闯荡演艺圈，因为你这句话鼓励了我，给我这一年时间试看卖。当这一年内底，我唔敢讲不负众望啊，起码有达到淡薄仔成绩，一直到今仔日，我阁感觉家己是一个邮政的员工同款哈。我去到倒位，邮政同仁拢对我真好。直接跟你讲，是长官，谢谢你。本来是蔡大哥不能来的，那后来蛮坚持说他还是要来一下。我是经过蔡氏中心会为蔡康永遐去问起来。真假的？那我想蔡大哥也要准备一束鲜花送给彭佳佳，来蔡大哥。我想蔡大哥这一次能够，蔡大哥现在目前还在做邮差吗？对啊，还没有退休。还没有。蔡大哥跟何丽秀同年吗？哎，对，蔡大哥多久没有看过彭佳佳了？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彭佳佳说的？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就是看到他在电视上的成就，然后也得了金钟奖，我很感动。那刚刚有听到他说一声谢谢，那今天来到这里就很开心，心满意足。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哈。好，还有没有什么话？你彭佳佳碰哥是觉得蔡大哥怎么样？你两个演耍呗，无啦不是，你干嘛？干嘛？你铁大知道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哦，可能我认不到人的款。你自己本身除了邮局，还在哪里兼差？还是在邮局。这个时候要讲实话了，你在哪里工作？我在制作单位工作。你在全能钻石点上秀做什么工作？做拿大字报的工作。那你为什么要装蔡大哥呢？因为找不到蔡大哥，所以就来客串一下。找不到蔡大哥就来客串，你为什么找不到乐队老师不在那边吹喇叭呢？哎喂，女孩子吹得好吗？你有吹奏啊？那你问题是你会吹吗？喂，好。那你有什么话要跟凤哥讲？这些年来看你还在演啊你这些年后他是不是怕了好啦我想说我要感动你我也是啊我明明跟他说找到蔡大哥说什么我看到一个油菜拿一束花我眼睛也连下来我也是啊两年前蔡大哥就往生了你对我做了你没说我哪会往生去啊对你不早说我就不要做这段我错一个不过我感觉这蔡大哥是你一生当中算踏入演艺圈比较重要当然不过我们那种就爱了解的说其实像碰过不是十多年到你有初恋吗对
我你讲我什么用啊？阿吉拉就传人的，我伊袂袂当出片。是啥物？你个离过婚个出来，我讲无。我要了解就是讲哦，你差不多伫几岁时阵哦，头一遍谈恋爱？本来是国中的时阵啦。国中？国中啊？国中也不是恋爱啦，嘛不是讲安怎安怎，嘛不是讲牵牵小手嘛无安尼啦，就是讲咱看是真个真假的。哦，暗恋，暗恋啊！但是这个恋情的。足久足久以后有发生，不过是因为迄阵啊，就好感足好呀。哦，我会记得有一暝吼，过年迎，都过年迎，哎，因厝离阮家无远嘛，哎，还有一条桥，啊边啊种柳树，哎呦，柳树，啊伊答应要跟我见面，哇，还没吹去听他呢，足寒的，啊徛伫遐等，啊，我风真足冷啊，所以一撮，看到伊来吼，穿好去，哦，吹去穿好去，拢不，规身骨拢白，哦，爱情力量遐尼大，你看卖啊，所以。这个段故事哦，我伫这个《生空柳秋》这条歌内底就该写这个。哦，你都给伊作词内底遐有写这个歌。对对对对。哎，阿强，你讲我都一再来唱。音。哎，凤哥，你也不要害羞，因为哎，不是你们那个叫多少个出来？不是。是咩？我讲，是咩多少都叫多少个出来？哦，看到真不是，但是咱讲正经，这段袂使开玩笑。对啊，因为人家。那个女孩子，人家结婚了。不，我知道，因为哦，虽然，但是你做节目哦，本身咱做节目本来就像有法都做个到位啊，咱做个到位啊。哈，啊，因为他都话迄个有才，咱真正找袂到。但是你初恋情人，我们务必要把他找出来。不可能，不可能。你们两个不可能，外国本来人嘛是不爱来。你讲我们对伊有结婚，对啊，但是伊对你念念不忘。我跟你讲哦，因翁有那阮同学。我知啦，是不是开玩笑？所以讲，你顶摆其实阮都在别个节目有看讲，你讲这個故事，别个阮就从这个物件继续找下去，也才你别来特别安排啊。对啊。所以他今天真的很难得，碰过我的初恋女情朋友，今天来到了现场，咱破下箱的郭丽姐哈。好，我们希望碰过，哎，这位，哎，他姓什么？您贵姓？你路边叫啥？姓啥？未使讲公名。我姓啥名？我姓啥都姓啥。无你叫阿秀啊？阿秀啊！阿秀啊！哎，张秀小姐。阿秀啊！你是咩阿秀啊？阿秀啊！你来红西，无讲名名是嘛吼？嗯。对啦，红西有答应啦，老朋友嘛。你即摆来有感觉？刚先生敢未生气？没啦。没有。你想到你本来讲话讲恁不爱来，你敢要上一撮花？想到变啊，你过来个现场想到。应该是爱搁记一下面。凤哥，他说应该搁记一下面的。不是这个会很尴尬嘛？这猛叫，猛叫。那这样没关系。如果碰我觉得尴尬，我们这束花也可以送，他就走了。那如果他走的话，你趁他，你现在现场，你有什么微微感啊？小华讲吗？我只能说，生命当中哦，你的名我英文啃掉了。哦，嘛是祝福伊阿秀快乐，快乐，快乐。哦，阿秀，你即马婚姻敢有幸福？有啦，你看人即马如果有心啊，怎样幸福啊？这一点。无，啊，既然来啊，我刚刚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这个还是要见一次面哈。来，我们把花送给碰果，来，也祝碰果生日快乐。阿秀。啊！你今日想到有这個勇气来面对这个你的初恋男朋友？阿灿啊！这种的人叫你阿灿，这样一定是关系足密切的人。阿华，我是阿秀啊啦，咱二十几年无见面啊，你可能感觉讲我甲较早无啥共款。啊对。你嘛有可能感觉讲我就像王彩华。我也但是我是因为我真欣赏王彩华，所以我有小可去见他。我看你外高怎，我看你要怎来落去呗？这个阿秀啊，这是一段真正阿秀啦，阿秀啊，从你讲甲阿灿啊，到底伊暗的过程，稍微说一下好了。伊讲伊讲伫溪边有青阿秋嘛，伊出去听嘛。哎，咪伫树仔顶等你，不溜树啦，我伫树仔顶等我狗哦。溜树啦，我伫桥边啦。啊，桥边啦，啊，你来时伊出去怎啊好安尼？啊，你又敢那尾下故事我都唔知影。对，即个人伊要讲啊，嘿呀。啊，我得真是有手牵手啊。哦。啊，结果。了，
伊就甲我浸落去。保紧，我保紧。你怎么什么都唔啊？我这、这、这、这，我替你做主，我替你做主。我替你做主，你先笑啊！我替你做主。哎，灿啊！灿啊！你嘴去听，你也听过会当讲钱吗呢？欸、你是咧变什么表情？小丹，小丹，我跟你讲，这段故事已经发生了。事实咱要爱有观众面来了解，伊甲你浸落去，结果诶，少年诶，是哪浸落去？你个烂，无啦，我流水袂使哦。我流，伊就带我去宾馆。你这单位一直甲我问，我真是就歹势讲诶。啊，结果诶，你也毋知影迄个。杨呢？迄个发生了怎？杨呢？这么紧的催走？什么叫做这么紧的催走？无，你今晚讲清楚，因是坐站，帮人民主，你爱人爱人过。你讲伊紧是讲伊结束了就紧要走，还是讲伊的过程足紧的？我你讲，伊安尼讲，你咱听无？你会使讲伊含烫衫、加西洋裤、穿衫，拢总有劲。讲啦，恁见面是几点见面呢？迄个时间。差不多下晡三四点。暗时啦，下晡啦，柳树拢出来了。好了，暗时八九点嘛，就对了哈。哎，离开现场几点？九点半。八点半，哎，带你去宾馆，了后几点你离开宾馆？你用八点半。八点半离开宾馆，啊，几分出去宾馆？差不多八点四十。我爱叹叹啊，我爱讲哦，嘛，你这芯片有点小薄的，咱平常心讲哦。你这种安尼哦，卖讲查甫听着特别未感觉会满足感觉。所以恐怖咧倒位啊？嘿，听讲失败了后，你已经甲即马已经有五个月身孕啦。我听你咧臭屁，是几多钱啦？我迄阵两个怎讲过安尼哦？你讲啥个？你以为我都前以前迄几年前的代志？因为差不多二十年前。以前。啊！我咧想讲，啊！你欠念，你有法摕个冰箱变盐吗？我咧想讲，因为我无有这个回忆回去，所以我就叫伊，五个月就变个大，变个大，伊保持五个月，对，经过二十年，即马摕五个月要来见咱的男朋友，对，阿秀，阿灿，我真欢喜，一世人都能看到你，是，迄天短短十分钟所发生的代志，迄是我人生当中头一摆。哦，所以足紧张。阿秀，你敢不是你头一摆？冲走的啦！哎，你当你问早囡啦，人迄个迄边头一摆又忘掉了。啊，来破下锅给王彩华吼。哦，你嘛，你嘛嘛那边话，哎，你是咧哭啊？你笑我都看袂出。妈，别个吐，你即摆叫我讲话，你即摆我大把刀拢唔敢啊！你嘛是你呐，叫人因人什么初恋情人？你初恋情人即行的，我感觉歪了。哎呦，人家在笑脸，我引导你来讲呢。不要怪哟，哎，安坐下，不要看他，不要看，以后会像他。看那边，看那边有够胎教的对了，对，头发油很多。哎呦，我们光一边啦，一边抽个姜汤啦。阿七彩娃跟碰哥其实接触更多了。不过一算。我有三个徒弟嘛，徒弟是其中一个，是其中一个，是唯一的女弟子。伊是我因徒弟内面是我上水的啦。当然啦，一个你要讲，搁谁上？许孝顺啊，许孝顺大师兄啊。啊，过来。你许孝顺那不是人，你讲你。系啊，啊，我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啊，第三搁一个查甫，号做欧兵的，欧叔叔，敢那菲律宾的太老外老一种。我怪你上水。我上水啊。是啊，我阿超真优秀的。没有。哎，你吼是真正是规个涂骹捧给拜师了。哦，有影。所以这本身以前啊，较早看伊咧演出有无吼，我听也好啦，拄着讲哎，这查某囡仔袂歹，有机会哦，咱来互伊来电视发挥一下。好发电，你看彩华金嘛，虽然五个月是恭喜吼，恭喜，可现在还有工作嘛吼？啊对，不演我就很难过，我一定要演呢。而且上来，而且像碰哥他们，如果说真的在那个历来第一的叫来北一种吼，讲虽然讲你大把多，嘛是一个你变老过后你演落去吼。叫剧情发展，叫剧情发展，你话多少人应该都会演呢？你好变人呢，变我多少，我真正多少人呢？这个哦，上不了等于。啊，你顶有一个，顶个呢？哦，一个英雄关，一个英雄关。哎呀，哎呦，套丢啊！嘿，那蛮公平啦。我冇公平，套丢啊！我冇讲安迪啊啦。喂，小丹，你在配合？
很现人发生的代志来处理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哦，当然今天是咱翁碰过生日嘛，对对 对。彩华有啥物话要甲碰过讲？希望呢，因为我觉得我师父很辛苦啊。对。其实他每天都在工作，然后呢，我希望他能够很健康，然后呢，可以把更多更多的欢乐呢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这样子。感谢。好，谢谢我们，谢谢王彩华哈。彩华因为爸爸动吼，阿边啊休困一下吼，多坐一下吼。我袂用过硬来哦。不是的，嘿，你硬多好丢。听清楚，今下打到太轻。听唔到丢啊，嘿，嘿啊。我把刀给贴落来吼。我来边啊，还是边啊？还小蛋，小蛋，小蛋，小蛋一个，休困一个啦。好，多谢王彩华，谢谢，谢谢。